各位，你在转圈圈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在中奖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你不试一下吗？你自己的行程呢？哎，对啊，你搞去。对啊、来来来来，笑脸呢？不用 rap 的。最佳男主角，谁呀？有有有，三百五龟甲，三百龟。哎呦，那我不会用台语。那你用国语？你用国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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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语。来，阿国语的二算数要算。现在这现在四只，四只，再加两只，现在六只。六只啊，六只，六只，再加三只是九只，九只再加，怎么好像少了一个韵味？好像一个瑞丰，没有，不是就没有大哥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的 tempo 好像有点，他是介于唱，我算哪里了？哇塞，九尾啊，我觉得要九只，你看大哥都记得，九只再加四只，十三只，怎么有人要数来？十三只是一个游戏啦，十三加五只，十八只，十八只再加两只，二十只，哎，二十再加五只，二十五，五再太多了，对不起，二十五再加三只，二十七，二十七再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、我好像在唱一下没贼呢，我也不用这样相声。哎，所以这也是很专业的。三十支，对，三十支，三十支。OK， 掌声鼓励。谢谢，这太酷了。这不会翻船吧？不会吧？你的表情，你的表情。哎、欸，我怕水的。真的哦，会不会翻船？不会哈、哦。确定哦。确定哦。好，我来坐下去，坐下去。屁股先下，哎姐，屁股先，屁股先下，屁股坐下。对呀，别叫我姐。屁股先下，哎姐，屁股坐下来，屁股坐下去，屁股坐下去。好，你就屁股坐下去，大力坐下去没有关系啦。拿我的脚嘞！哇！我的脚嘞！哇！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拉回来。竹竿，竹竿给他。哎，小梁哥。我们台北见。不要这样子，我跟你讲啦，你不爱算吼，你真正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各位。你在转圈圈。哎呦！你在中奖。各位。你在转圈圈。哎呦！各位。你在转圈圈。各位。你在转圈圈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脚怎么样？看你们。脚要这样子啊？对啊，伸出来，然后伸出来比较舒服。我这个。好了，先把它拉上来，把水倒掉了。沉下去。再滑。你们来救起来。会一直转呢。哈哎呀，也可以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各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梁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我第二次下来，第一次有什么差别？你刚刚想的办法、啊？是什么意思？大哥，这个水是干净的，干净的，干净。眼睛什么？哎呦，啊，吃亏就是占便宜了。什么游戏啊？谁想的？是他自己漂浮。拉回来，拉回来。作弊的。我太轻了。来喽，那我们是比赛嘛？对啊。还暗箭伤人呐、啊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